激光又称为北极光或南极光，是在地球量级上空出现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。它是由太阳风中的高能粒子进入地球磁场，并与地球大气层中的氧、氮等气体碰撞时产生的。当这些气体被激发时，它们发出各种颜色的光，形成激光。北极光多见于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，如加拿大北部、挪威、芬兰等，南极光则出现在南极地区。如何观察极光？一、最佳时间，极光最常出现在冬季的夜晚，通常在九月至次年三月，因为夜晚时间更长，天空更为黑暗。二、最佳地点，选择接近极地、原始光污染的地方，如加拿大北部、阿拉斯加、挪威、冰岛等。三、天气条件，晴朗的天气有助于观察极光，尽量避开云层较厚的区域。四、极光预测，通过极光预测网站或应用程序查看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情况，亦提高看到极光的几率。在理想条件下，极光会以绿色、粉色、紫色等色彩出现，形成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象。